我刚才看了前面那个机器人表演，然后还有他们的那个员工唱歌，还有刚才这个女生独唱，都很好，质量很高，然后气氛也烘托得很好，感觉呢就是这种年味儿已经出来了，就确实很放松。旅途当中呢有这么一个插曲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就给大家带来快乐。那么科目三呢已经从线下线上的融合走向了两地的融合，甚至也走到了海外，已经成了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喜爱的 IP 了。今天呢是立春，大家呢正是回家返乡过年的时节，大家呢都是归心似箭。在这个旅途中呢，我们能够给大家安排一些文化节目，也缓解大家在旅途上的疲劳，增加大家这种文化的感受，让大家回家的旅途啊也不寂寞，然后呢回家的路途呢更温暖。